锵锵三人行，小木啊，小木这个来了之后就是，我怎么今天觉得更像是日本人了？协调会长，协调中日关系了。对对对，哎，最近没有人，我上次有过提议，我说拍什么抗日影视剧啊？他可以去演这个汉奸是吧？汉奸或者翻译官之类的，他这造型挺合适，不用化妆，没有人找你吗？没有，一般翻译官都是胖的。对，像我瘦的还比较少，汉奸比较操心。或者叛徒一类的。哎，你有没有看过咱们这个抗日剧？我看的不多，因为离开中国25年了嘛。但是经常会在网上和一些包括日本的新闻里面也会看到说中国在放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日本新闻会报道。那就说中国在爱国教育嘛。他认为中国拍这些抗日剧是爱国教育，爱国国 Q 一个，爱国教育。然后放的是一些武侠片是吧？就像比方说神乎其神的，就一个人可以打死很多日本兵那种，就一枪就死掉一个，然后他一个人可以搞上一个连一个团那种，日本新闻就报道这个。不，新闻不是，在晚上我看的，网络上新闻是说中国有这个。我明白了，抗日剧。你在歌舞伎厅受了气以后就看这些戏了。很生气对吧？意淫一下，没有这个看抗日战争啊，看抗日剧啊，怎么这个事情怎么奇怪？就是说有些事儿慢慢的就在发生变化，你知道吗？比如按说抗日对吧？这打日本，哎，当年咱们拍的电影也有像《平原游击队》，不会让你产生喜剧的这个效果哈。现在呢，这个导演倒也没，好像也没，你也不能说他是想拍成喜剧。可是实际上为什么看的我就哈哈大笑呢？有吗？我没有看，但是因为咱们要做这个节目，他们给我找来了一些，我待会儿给你看一段，你知道吗？就是横店名菜，现在叫横店，现在是中国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就是横店有那个演那个鬼子那个群众演员，有一天死31回，在不同的剧组统计了一下，总数呢一年死10亿个日本兵。对，一年10亿怎么统计出来？就是说有多少的业余演员民工是演日本人的？10亿，哎，平均他总的那个群众演员啊，好像好几千人次，然后那个一年。年不是300多天嘛，工作天300，那就乘上一个数，然后一天里边死好几次嘛，那要 NG 嘛，你说他这个要重新镜头，不落死了，大家看不落死了，所以总数10亿人次。日本兵，而且问题是怎么死的？那家伙很有咱们的中国功夫，就是他们给我看了一个《抗日奇侠》，这还不是新的了，你知道吗？这《抗日奇侠》里边，这个中国这个人啊，会那个什么鹰爪功，就是手一摸，这个小鬼子啊，从头顶到脊椎寸寸断裂，然后站在山顶上撒那个暗器啊，那个小金针儿，你知道吧？哗一啪，一片片鬼子就倒了。最新情报，这人已经派去保钓了。他离钓鱼岛还有10海里，撒过去。对，所以他们就说有个横店名菜，就是《抗日奇侠》里边的一个情节，叫做什么呢？手撕鬼子。手怎么手撕？手撕手手撕鸡。就说我也没看过，但就是说手撕包菜，我们家有吧？唰一下子就手撕掉了，手撕鬼。所以他们我看微博上都讲，说是看到咱们这个抗日剧之后啊，就深切的感触到。就说这个日本的抗日战争啊，能撑8年真不容易，还能敢跟我们打8年，我天！关东军所以不敢出动，100多万都缩在满洲。哎，咱们看看这个抗日奇侠怎么手撕鬼子。哎，这个儿童不宜。这个你可以看看几张照片，我们还有几张照片。这就是刚才那大汉手撕鬼的那大汉，你看这一拳出去几米啊？然后你再看下边是什么？哎，这是吴奇隆。吴奇隆靠演这个电视剧啊，火了。就现在说1集50万啊。然后你再看下，哎，这女兵不错啊。然后你看这个，这吴奇隆。
就每次就是皮夹克、哈雷、摩托车，就而且就是那个用什么胶，叫打日本胶着那个大背头，就是问题是他拍那个时候就有了吗？谁知道？就是说这种剧啊，他问题是除了耍帅之外哈，每次这个吴奇隆要打仗之前，都要搬一把那个欧式的沙发，坐在那儿，嘎摆成那种酷、很洋啊，啊，就这样，他把这仗打了。你说这叫什么呢？啊，所以说，现在。我不是现在看这个，就是在日本看日本的一些电影啊，关于战争各方面的，也会有，特别是每年到了8月15号前后，日本叫终战日，我们叫他们的投降日，也会有很多关于战争的，当然更多的是在给老百姓讲一个，就是战争是不应该的，是不要去做的，也会有一些打仗，也会很惨的一些东西，就不会说他们怎么神乎其神啊，这种根本就不可能有的。他们会不会描写对华战争啊？我看的很少，不是说没有，就是在一些电影的一些片段里面会有，包括对华战争，他们在那个抗日战争，我们讲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在北方，比方说跟俄罗斯的间谍啊，还有中国间谍、国民党的间谍怎么斗的，这样的电视剧我看到过。但是也不是说把他们自己描得神乎其神啊，你能很疏的，你能大致估计一下，就在日本你能看到的电影电视剧里边比例、讲战争的，就是现代20世纪战争的，大概有个多少？有没有三分之一？都大不了，没有，没有，没有，五分之一。这从老片里面可能五分之一差不多有，五分之一讲战争的，特别从新的内容里面战争的很少。真不多。以前呢，我们知道的日本电影有些拍得好的，就是日本还打海战呢、三本五十六、海军，阿海军啊，什么虎啊，对，那些是拍得比较严肃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有一些军国主义的立场，但他总的来说严肃。之后哈，有个有趣的现象，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连续剧，跟日本的电影，没有写中日战争的，你看我们数得出来的什么追捕啊，什么望乡啊，雪姨啊，对不对？还有阿信的故事啊，银次郎的，对不对？游山街考啊，所以我们数得出的日本的好的电影，在老的这个的黑泽明以前那些，都没有任何一部是写中日战争的，对，电视剧也很少。就中国的舞台上，我这样来说吧，你这样说过分不过分？就古装戏三分之一。当代戏三分之一，就媳妇的美好时代啊，什么什么的，另外三分之一就是抗战战和解放战争，差不多阶级斗争，而其中抗战的比例是非常高，所以三分之一是有，对吧？但是日本的真的很少，这个对。你如果要讲日本的真正多的，现在就是我去了这些年，我觉得最多的关于这种打斗的，就是警察怎么破案。警察的这些电视剧啊电影比较多，那就像以前的神探，就是说电视剧拍什么，咱们这西方不就争论这个问题吗？暴力血腥肯定吸引人，但是呢暴力血腥直接拍多了也不允许啊，不行啊，所以你罩上一个壳子，这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原来呢抗战是个壳子，背后是爱国宣传，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统治力量哈，从军阀到国民党到共产党，都要讲抗日。对，你不抗日，你就根本在国家你就没有任何代表性。对，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转变了，现在偷梁换柱。他后面现在是娱乐，实际这个娱乐就是暴力跟色情，武打片嘛，就武打片，对，武打片嘛。所以对，我为什么觉得我们这个就说中国人民有的时候，一部分了，当然是一部分中国观众啊，我觉得也是不是有点没心没肺啊，就傻乐呵。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看这些东西收视率很高啊，我刚才说这个抗日奇侠呀，都卖到一集200万，你知道收视率非常高，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就是刚才这个手撕，对啊，看热闹。可是你知道啊，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抗日战争啊，就是中国军民伤亡2500万，伤亡2500万，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好家伙，你八年，你看的时候啊，这个人，你看，大家也乐乐呵呵，所以你看，我记得啊，要不说中国这事儿弄不能就弄成后现代了，就是你觉得这玩意儿挺荒诞吧，可是它好有一比。就是有一个西方也是拍这个暴力的美学的，这个谁呀、
塔伦昆顿塔伦天奴，塔伦天奴，昆顿塔伦天奴呢，拍了一个什么呢？希特勒，你记得吗？嗯、对，西摩希特勒，这个比比特演的那个、嗯，那里边也是有一点恶搞、嗯、是吧？展示血腥，哎，就是杀这个德国鬼子，嗯、也好像也是很夸张哈。但是你看、嗯、那个电影，在欧洲引起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反对啊、哦，就是人们触动了人们的就所谓良知吧，有相当一部分团体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就说是这个对德的这个纳粹，是我们跟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多么深的一个伤痕。对你有点，对你有点，那他哗家杀死一德国鬼子，这血擦就弄这个，这看得不舒服。但是你看咱们就收视还很好，因为抗日有个政治正确性嘛。不是，就我就觉得很哎，咱们现在导演说去广告就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保险就是阳光，是分担，也是分享，是温暖，也是希望。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顶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当然这个很多也是这个抗日这个剧啊拍的也是很好的，这个不能否认。我说而且即便是咱们这种咱们觉得挺可乐的这一部分啊，我也不是说反对，就我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能不能这么搞，还是说呀咱们想的太严重了。你比方说啊，横店咱就是抗日根据地嘛，拍这种抗战剧，横店的旅游人数啊达到了2011年达到1080万，国家五 A 旅游区，因为他借着拍片的这些设施，游客就来了。特别是你看，他这个在这个占地10000多亩的红色旅游区里，游客可以在白洋淀景点的芦苇荡模拟雁翎队在船上射杀日本法西斯啊，也能够那个这个扮演这个八路军民兵伪军和花姑娘打仗。这你看、啊、这我就是困惑了，就是说啊可不可以这么玩。肯定有一种意见就觉得啊这玩意儿太过分了，就是就是说你花钱你可以扮演一个日本兵去玩弄一个花姑娘，不哎，或者即便这种游戏啊完全是以打日本，就像比如说游客可以打的在船上啪啪啪打，只有花姑娘反过来打日本兵。对，或我这怎么着都觉得不对啊。对，我就觉得这个民族灾难呢、啊，可不可以这么玩？你觉得？对，反而是变成一种不尊重自己的这一段悲惨的历史，应该是怎么样讲？我们不是把它作为真正的一种娱乐的东西来，就好像变成电玩啊、电游这种东西。你蛮惨重的一段历史，好像现在变成我们完全都是，哎呦，光辉形象嘛！你说日本死那么多，怎么会有8年抗战呢？对吧？而且还有国民党人也死那么多人，对吧？当年，所以这种来讲，战争当然都不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为了纪念战争，不是以这种娱乐的方式来纪念它。我们应该非常尊重这种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做。我觉得日本在这些方面拍的很多电影作品，包括他们的女孩子被美军强奸，让女孩子自杀，一帮中学生啊自己去自杀，不要让美军强奸，因为美军冲绳要登陆了嘛。这种拍得很惨重，就拍得很沉重的题材，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种娱乐的东西。但本身影视是一种娱乐的东西，但我们还是中国不是喜欢教育吗？那教育呢，我们从影视作品上还是应该有一些方向来做。我听上去日本这也很病态，就是男人不能保卫国家，叫女的都自杀，以防止被美国兵强奸。你说这跟我们的金陵十三钗有的一拼啊，是吧？不，这个就金陵十三就跟就是一个版。
就是这个，我不就跟你说这两者有相通的地方。对对对，我不跟你说过真事儿啊、嗯。当年日本有一个作战计划，嗯、就是全国的妓女啊、嗯，在这个身体里啊、嗯、放这个刀片，可能塞在一个木塞里，塞在身体里面，嗯、就是美军要来嫖的时候，嗯、就这样杀美军呢、啊。嗯，当年就说是有过这样一个作战计划。你说、哎、这个，不过你刚才讲现在、其实讲出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的娱乐工业以抗战来做标签，嗯，其实背后是一个娱乐工业，嗯，不过我们现在回到更严肃的一个话题来讲哈、比方说我们过去讲革命文学哈、这几十年的革命文学仔细回想起来哈、艺术成就高的好还都不是讲抗日战争的，比方说17年里边哈、也我们一般文学史上说三红一歌，嗯，红日、红旗谱、红岩，嗯，你看红日是讲跟张灵甫其实是厮打上的，红岩是渣滓洞，这个都是深入人心的，红旗谱是讲土地革命、阶级斗争，这个三红，一歌是青春之歌，这几部最评价在那个时候时代水平最高的小说都不是讲中日战争的，讲抗日的哈、相对来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比较通俗的作品，比方说哈，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烈火金刚，你明白，就是在那个时候同样的情况下，它都是好像最代表抗日战争水平的就是小兵张嘎了，到今天都没超过小兵张嘎的水平，那影响最大的是地道战、地雷战，那地道战、地雷战是科教片，你知道吗？是为了讲怎么打仗的科教片。从文学上，真的这些年我仔细想了一想，真的有突破的，还就是莫言的《红高粱》，跟李安改编的《色戒》，那这两个是跟抗战有关，称得上纯文学的好作品。但是你仔细一想，这两部作品里边描写的重点还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的斗争，比如红高粱是冷子队长跟共产党员跟土匪这三角的关系，日本人是一个背景，色戒也是，日本人也不出现，确实，你发现没有，就是所有描写中日战争的作品在文学性很高的不懂，这个值得反省，就值得反省这个啊，你像我最近就在电视上看重播，我先后又看那个斯皮尔伯格拍的两部电影，一个是这个辛德勒的名单，还有一个是拯救大兵莱恩，我觉得那是正路子，就是说这个战争最后给人感觉到，你看二战我们也知道纳粹是不正义的一方，对吧，感觉这个英美联军诺曼底登陆啊，他打的这惨烈，让人看到之后啊想避免战争，就不战争是灾难，对吧，你这个为什么不这样，这是真善美啊，但是由辛德勒的这个名单里边是吧，他是怎么样描写的，这个最后美国国旗他真的是美国的爱国教育啊，对啊，看完了是爱国、啊、但又很，其实中国也有，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吹中国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50年代，国共内战的战火从陆地飘向了海洋，从舟山群岛到海南岛的居民也随着新战事的推动、新政策的推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得不撤离自己的土地来交换台湾的安全。国共内战下的岛屿战歌，最后岛屿，一连十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丰功伟业传后过，杯酒沉浮江山低，滴醉酒多风骨酒亡。你知道有这个鬼子专业户哈、啊，这日本人，其实我认为应该尊敬他们，不容易啊，在中国老演被打死的日本鬼子吉二，他对有几个人，这几个人的感受啊，吉浩二也很有意思，就是说
后来他们总结啊，一开始他们很想做一个好演员，把这个日本鬼子的性格就演出来，后来导演看了之后就咔，不用开枪就够了，然后就说，他说导演只要我演一个，就是说他觉得啊猥琐就行，就凶，说只要一看开始咔点凶就行了，他说以至于啊演的时间太长了，他有后遗症，他两个眉毛啊就老抖，因为一说开始他就想这样，所以这日本人有一次他也对导演有一些意见，他说呢，就说比如说日军呢、啊、说冈村宁次这么大的官啊，他是不是不会像一个小兵一样这个上窜下跳，就是不会这样整天八个鸭肉是吧、啊、而且呢这个一拍戏吃盒饭的时候他们经常挺受屈辱，不也不叫屈辱，就一帮中国演员老爱围着他们聊天，他说最后呢就老想让我给剧组每一个人道歉当然有一次他还跟提建议跟导演说这个咱们是不是啊把八路军搞得跟日军呢、啊、势均力敌一点，这样也会好看一些，后来演男主角的那位就面无表情走到他面前跟他就说了五个字，说中国人无敌那还算好，吃饭盒道歉还算好了，以前啊演黄世仁的演员呢、啊、差点被看下面看戏的八路军啊拿枪给打了。有一个演日本鬼子的群众演员啊就拍戏啊，有个看热闹的老太太上来就掐着他鼻子，导演掐着他脖子，导演一开始还以为是戏呢，后来看着不对。哎，小木说说你怎么看？不，你演员演得好，被人家想着开枪打死也好，想摁着那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整个从编剧来也好，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讲，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整的一个作品，应该是我想你看日本这些年包括大江健三郎也好，也是反战的，再加上村上春树，他写那些东西根本就完全是和平的东西了。其实我们人类发展不是要往战争发展，不是每天我打不了仗我就看那个打仗的我就一赢就可以了，这不对的。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